您是第一次来吧？啊，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，给您介绍一下。嗯，这边请。大家放松一下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？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休息区。 会员锻炼完了之后，都会在这儿休息。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饮品，比如说咖啡，还有冰淇淋。您看，您需要点什么？哦，给我来杯美式。好嘞，稍等。手链很漂亮。哎，谢谢啊，我男朋友送的。 男朋友眼光不错，你们咖啡。好，那我再带您参观一下。您这边请。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区域，这边就是器械区，你可以看一下。 然后我们健身工作室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社交型健身房，主打的是智能化小团课，一节课呢只有6个人。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呢也有很多，比如说一些强度训练，试衣间环境也是不错的，我可以带您去参观一下。来，这边请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表妹老公出轨了？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就不是做错的事儿。前两天看一公众号，写的特别有道理，说这男人一半是孩子，一半是野兽，动物性就基因里带的，人类都进化几万年了。 还拿动物性说事儿呢，就想着你想开点儿，让表妹想开点儿。哎，男人嘛，那可能他就是出去一冲动，图个新鲜，那没准过几天你让狗啃那良心发现了呢。这么多年的夫妻了。 我还得指望他良心发现才能继续过下去。你想干嘛呀？你想离婚呢？不行啊，绝对不行！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。你小三儿嘛，那想办法私底下把他解决了，不要意气用事，日子还得过呢。犯错的是男人，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？是，我知道，这确实是不公平。男人出轨。 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，你说你把它吞了，恶心；你把它吐了，这不也恶心吗？我说的再实际一点，一个是成功精英，一个是家庭妇女，一个刚离了婚，谁优谁劣，这不一目了然啊。老板把咱炒了，转头咱可以再找一工作，那老公炒你。 那岁数在这摆着呢，你怎么再就业呀？跟老公离了心，人是说，但咱不能满盘皆输。
你输不起，小苹果要放学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最后再说一句，你跟表妹说，哪条路都不好走，这条路也是自己选的。你让她想好。 大春家的屋顶啦，嗯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原来是大街上在舞龙灯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让我使劲的踮起脚尖。果果，他不回来了。果果。 怎么还没睡啊？嗯，他一直在等你呢。等我？怎么了？爸爸，周六是幼儿园的父子运动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周末爸爸要加班的，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。但是，爸爸会想办法，为了果果，他们通通都给让道，谁让果果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呢？ 那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得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名字呢？那就叫颤抖吧，对手。颤抖吧，对手，这个名字不够让对手害怕。我们叫三大白骨精怎么样？耶！哇！我的头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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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婚姻不是谈恋爱，这就不是单向的情感关系，这是社会关系。那你除了你自己，不得想想你父母啊。 你不得想想孩子呀，宝宝，刮胡刀垫子没抽啊？宝宝，嗯，看什么呢？ 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了？没事。最近太累了吧？我给你倒杯水。 老婆，咱家这个净水机开关在哪儿啊？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温度设定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上面这个？净水器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还不是触屏的，你杯子呢？是在上面那柜子上吗？白的是你的还是透明的是你的？老婆，老婆。 林双，你也太拼了，预产期都过了，你还不休息？这不还没动静吗？外拍升值的档口哪敢松懈呀？小南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做测试的时候，只要是使用控制帧进行初始化，那恒函数代码的执行就会报错，对吧？哦，是。你这样，你把类型改成 CST， 好，我试一下。怎么了？ 我羊水好像破了，啊，羊水，那我去叫魏明，走走走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喝点水？不用不用。哎，你们把印证类型改一下试试啊。什么时候能改类型？啊，老公没事吧？没事，有我在啊。
瑞德特征表征车辆从128位优化到16位，16位太少了，精度不能保证。那你跟他沟通了没？那我，好，我跟他沟通。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。果果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这边正好又赶上外派升职的节骨眼儿。有的时候，工作和家庭能照顾好一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该认真的想一想，替自己做一个选择，到底是进还是守。 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，您收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本周的课，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。您看一下，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。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？哦，您说的是江喜是吧？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。 这个手链很贵吧？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。基础款不算贵，奢侈品牌还不贵啊。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？我男朋友说，女人就是要戴这些东西，才能衬托自己。戴在我手上，不是多少钱，而是他对我的爱。真要爱你，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。 来让人明码标价。你男朋友多大？跟你差不多。是吗？这个年纪的男人还这么有实力，算是王老五啊。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我男朋友已婚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来，大家站在垫子。 双人瑜伽，那有请我们黑色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双人瑜伽，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自由组队啊。大家可以双手搭在一起，双脚分开。现在开始和我一起进行双人瑜伽。 当第三者，爱情来的晚了一点，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晚后到。
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清楚楚，能够抢得到偷的只要那是本事，不是谁都有的。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，在他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上课，动作不熟练。 有没有伤到？检查一下脚踝。我没事。对方虽然是高管，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，一旦离婚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对，是这意思。 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，可能判给你的只有2-3万块钱，所以我建议，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，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别等到正式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空了，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。你稍等一下，对，夫妻的婚后财产是共同的。 但是财产的知情权却非常有限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对方有多少钱，你很难能够查明。我老公说啊，上次他没研究，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，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，我想再了解一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就把上次买的，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，都转成那个保险。 哎，您先生没跟你说吗？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，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。哦，是吧？嗯。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。喂。林双，爸妈买了很多小菜，说晚上过来烧饭。 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。嗯。哎，李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嗯。好，你忙。一开锅。哎呦，果果宝贝儿。哎呀！哎呀，你这爷爷多想你了。哎，你好。哎。 周末跟爷爷奶奶回去住2天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领你去野生动物园。回家过来了，香喷喷的鸡汤。哦呦，看啊，香喷，赶紧洗手吃饭啊！哎，当当当当，我今天这个鸡啊是特地一大早去集市里为农民买的，这可是农民自家养的鸡啊，不吃饲料的，就放在地里遮虫吃。 补的嘞，哎呀，现在超市买的那个走地鸡呀，都不是正宗的鸡，我买的这个鸡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走地鸡。来喝一点啊，我是地道他杀的啊。嗯，哎呀，我也就沾沾儿子的光啊，要平时在家里，哪有这待遇？哼，哎，你说什么啊？搞得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。 说话要凭良心的哦，我们明明嘛，真的很辛苦，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家，那我不给他补，谁给他补了？李少啊，我今天真的这个鱼啊蛮嫩的，来吃一点，没事，妈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明明啊，嗯，我看你最近哦都瘦了一大圈了，脸色也不好看，妈妈嘛。 一个月也难得来给你们做几次饭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喝鸡汤。来，哎，对了，银行给我推荐了一个高端保险，看着挺不错的。我琢磨着把家里这几个开放式理财都转成这个，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给果果存个教育金。啊，保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啊？也不能一拍脑门子就买吧。我跟你说了，那钱。
我着急用，都转出来了啊。啊，这个时令菜腌多鲜，很鲜的，吃。是呀，转出来了。转哪儿去了？那笔钱买别墅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难得有合适的房源哦，那人乌泱乌泱的，抢都抢不到的。我们家买别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来得及跟你讲，等吃完饭，我给你好好汇报汇报。果果，先吃饭，嗯。去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。生气了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！给我解释清楚。老婆，首先买房子是不是投资？而且现在房市很稳，那房子一天一个价。我之前有个客户就做房地产的，手上正好有几套内购低价房源。你看，户型图就在这儿呢。啊，黄金地段。而且这户型啊，稀缺户型。我想买房子，肯定比你说那保险要划算，稳赚不赔。当时我要不买，那别人就定了。情急之下，我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所以说，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写谁不一样啊？老人家就在一个名分。我们做子女的就哄他开心开心，我们家就我一个，他们的不都是咱们的吗？是你的吧？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夫妻。哎，你说这个林双，问东问西的，搞得跟审犯人一样的。是，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这种事情呢，要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的。你看现在好了。变得我们偷偷摸摸，好像理亏了一样。哼，自己不工作的，管钱管的倒是挺牢的。你不也这样的吗？说谁呢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你刚才没回来之前，爸妈就说我了，说这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。说我们这儿媳妇非常孝顺，主要是心疼他们。心疼他们。那我跟小苹果谁来心疼啊？我心疼啊。咱们家上上下下的事情，不都是你在操心，你拿主意吗？这么大的事情还瞒着我？没有瞒着你，我要不买就让给别人了，我都是你的。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，吃饭。咪咪，你来吃饭了，凉了呀。来了，不生气了啊。咪咪，来吃饭了。来吃饭，吃饭。知道好喝吗，果果？好喝。嗯。明明啊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个钱要看紧一点儿。家嘛是林双当，钱总归是你挣的吧？你要抓在手里捏牢一点，捏牢一点呀。我知道妈，先吃饭。来，爸。来。奶奶喂哦，奶奶喂哦哟。林双，我们走了啊。老婆，喝杯柚子茶，消消气。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我错了，教训我一定会牢记的。以后咱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都第一时间跟你汇报，由老婆大人亲自拍板决定。果果保险的事情你放心，到了年底。我年终奖一发，我就给他存上。咱们家就果果一个孩子，不管是房子还是保险，不都是他的吗？别聊那么远了，你女儿明天运动会，你可老早就答应她要去的。你只是记着呢，明天本来有个会我给推了。不管多重要的客户，多大的单子，果果最重要。我们俩都约好了，组合名字就奔着夺冠去的。
事到如今已失去了拥抱，像一只秋鸟，那些有过的美好在风中缠绕，无力再争吵，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，越来越渺小。林霜，喂，杨云。你家宝宝也病了？是啊。哎呀，果果也病了呀，拉好几天了，我怕是林霜病毒什么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你老公呢？你婆婆你妈呢？魏明最近升职了，被外派出国了，老人不好意思麻烦你们。哎呀，你就瞎扯能吧，一个小孩看病最起码得三个大人陪着，一个抱孩子，一个背包挂号拿药，还有一个得停车开车呢。回头聊，回头聊。你让我老公帮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一个人行。学霸，精英白领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？作孽！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赶紧走走走走。再见，明天你好，去面对命运的颠倒，人来人往，梦一场就忘掉那个藏在生命里的心跳不再跳。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儿？你不是答应果果了吗？不过爸爸说了，今天会早一点回家，然后陪果果吃晚餐。那我就假装再相信他。好，我们再相信他一次。会议的细则不是提前沟通好了吗？非得大周末的把我叫回来，害得我连孩子幼儿园活动参加不了。李总坚持要你们到会参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是我坚持要你到会参加的。你个小滑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想你吗？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，在他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各位家长们，我们童心筑梦运动飞扬父子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班参加两人三组比赛的小朋友和爸爸们到这边准备。果果啊，今天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不对，妈妈替他向你道歉。嗯，知道我可不可以有机会陪我们家小果果参加比赛呢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比赛啊，加油！
李总，接下来我们把具体的由米雪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好的。好的，李总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用户。第一名是我们的洋洋小朋友，给你掌声。第二名是我们的涛涛小朋友。第三名给魏可欣小朋友，给你把掌声。从零到一，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站引入新的流量，新的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站打开市场，增加自己的这个客户群体，赋予品牌更多的这个营销渠道，为零基础的人群提供较为全面的保姆式的这样一个美妆指南，通过免费的内容服务吸引用户，完成初步用户存储量。真棒，好看吗？很美。我想知道，你穿成这样，想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别踩脏我裙子了。我这衣服可贵了，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。哎呀，为了讨好我，下这么大血本啊？嗯。谁说是为了讨好你啊？你不是要去参加李总的生日吗？嗯，他可是我们方舟的大客户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我不打扮的隆重一点，怎么显示出我们方舟对他的重视啊？哦，那你看，我还走了这么多的资料，为了做这些，我熬了好几个通宵。这次酒会，可能不太方便去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李总的单子以后都交给我来接。两码事儿，李总那边的工作对接还是交给你。生日酒会就是个私人邀约，李总带他夫人去，我呢带你去不大合适，基本的社交礼仪嘛。私人聚会，无聊得很。我去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帮你维护好和李总的关系。那这个项目成了，你的升职资历不就够了吗？是不是？那，你去酒会需要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帮你安排。知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善解人意。
行了，你早点回家吧。剩下的那些 PPT， 我替你完成。你这么美，我才不舍得把你带到酒会上，让别人欣赏。你说我呢？等你什么时候恢复自由身，无论是在家，还是在公司，我都会做那个最懂你的解约花。来，大家双手向前，将我们的掌心放在地板上，额头点地。好，手掌用力的推，将我们的髋向前推，肩膀向外展，来到眼睛舌室。再次手掌发力，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，双手胸前合十，大拇指轻触眉心，吸气，将我们的手肘往上抬。呼气，用左手去扶住大腿的外侧，右手向后，眼睛去看向右肩的延长线。呼吸，来，身体回正，然后我们双腿盘坐。这节课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快看，你快看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包，2018年的限量款。哎，你看看，这还不到3年，已经翻了2倍多了。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客人就把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买了。哎呦，真是老有眼光了。就是个基础款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些奢侈品吧，每年都能涨个20%，妥妥的跑赢 GDP。这普通人买个包啊，那叫纯粹的消费。可是有钱人花的每一分钱，那可都是投资。你在方舟上班啊？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。
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。这么巧，我老公是魏明，我是他的妻子林双。